不知道做什么哎、欸。如果再砍甘蔗的话，我就会。这里不能越来越熟练。不会，等下叫我们把这一片除草。我生气哦。不可能。哎、欸，麻油花生糖哎、欸，好耶。冰箱哦。对，不然会发霉啊。这包啊。好凉哦。对，没错。我可以在这边不要出去。先翻法可以吗？康哥行吗？康哥，哎呦，好 man 哦！砍哇，啊、那么 man， 标准，不要倒了哦。来哦，现在花生超贵，这一袋五千多块。啊，对，康哥手小心哦。好 man 哦，真的可以耶，康哥可以耶。另外三个男生不用来了。对啊，这节目已经被你撑头了。真的，一下火变好大。对，真的，你流汗代表火变大了。对，对，没有，基本上是火大。刚刚是有温度计，因为它火大，所以才会变这样。火大，活泼。这个火是越看越大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火有个魔力。对，你这样看着它，你会一直看。就跟烧纸钱，你会忍不住一直想看。我们觉得讲点别的。对。为什么要讲烧纸钱？我们跟你讲。引火，引火，烤肉之类的。OK， 对，很好，谢谢。以后就交给你了。那你们那个冷冻库还有别的品种的花生？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参观吗？还有哪一种？所以它是季节不一样，就用不一样的花生。对，一些问题。你看这些。那这个花生，那你回答第一题，等一下。这两个是来玩的吗？怎么会变成我一个人在顾啊？好像也不能待太久，对啊，因为姜会坏掉，有点冷是不是？会生病。而且康哥很认真在顾，为你鼓鼓掌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会不会康哥也熟了？我现在也在榨油。对，我们站过来。我可以站过来的。对，可以。你可以早点讲。我以为要站在旁边顾着。不用不用不用顾着哦。